喂，宝妹好，宝哥好。嘿，你好，909。嗯，嘿，那个现在我柜仔当咧小黄瓜当咧收嘛，啊，不过最近日照不足，我感觉柜仔条的颜色拢无介深。咱那个有找问，敢有对专那个伊的吸水的，这回吸水较深的有帮助无？啊，讲爱搁搭配其他的住宅，再麻烦宝哥姐，谢谢。好，来，阿爸老师来。好，来，这个一般哈，咱就这种锰这一类的东西哈，因为咱咧用哈，最主要的是用其他颜色哈，因为因为伊这个颜色呢，比如讲像花青素啦、茄红素啦哈，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哈，那么这种主要哈，主要利用这个。都需要有这个锰元素的这个帮助哈，所以咱通常这一类这个咧补微量元素的时阵，铁、锰、锌，大概呢这个有找锰啊，咱通常是以来虽然它是强调锰哦，但是这上以这个铁、锰、锌都有哈，啊，你也当铁以来做这个补充啊，但是呢这个物件哈，就是并讲以日照不足的这个方式哈。那么来给伊做一个后呢，就大概哈，这些物件呢，啊，这不太那个哈，这一般来讲啦哈，这个有藻锰哈，有一种情形哈，也比较特别。咱知影哈，这个比较锰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这个所在的，就是讲啊，你那是咱咧用这个钾肥呢，用料伤过头多，用料伤过头多，它也会缺钙。对吧？也钾钙镁哈，尤其钾跟钙呢竞争吸收，那么所以呢，也当锰呢，当去调节钾的这个吸收量，好，这个是比较独特的这所在。所以，咱利用伊的是讲，伊那是一寡特殊的状况哈，这也是会哦，好，并讲咱做甜啊，做啊，伊个干嘛变得心脉歪歪啊，这个回归哈，一直转，这个有呢。硝酸钾，你没地方去个补钾，伊就一直转去硝酸钾，转到尾啊，伊都祈祷。那么这种利用这个锰，就去调节一下，然后配合钙的这个使用，这效果袂歹。那么锰呢，从熊是含这个颜色的这转换有足大的这关系啦哈。那么伊通常会当增加叶绿素哈，并讲伊锰锌哈，这种呢也当去。增强叶绿素的合成，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吼，啊，锰呢，其实就是也当有一个较特别，就是讲做不的这个颜色了哈。那么，所以你其实你也当去利用这个东西哈，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哈。当然，就是讲，因为这个锰的含量还蛮高的哈，会讲个偌济3%，3%很高。那么伊的吸收效益足好诶，所以你也当利用，以便讲你已经有用 N9 啊，用这泰勒斯，然后还觉得这个日照较无遐有吼，效果较无遐好，那么通常呢，那你必须要去配合，那么配合这种泰勒斯基督耶这物件，那么这会来用了哈，那么这个呢会比较容易来吸收，然后呢它调节一下哈，调节一下呢，那么以这款呢，这个有呢哈。那么这个效果上呢会好一点点哦，这大概是这款的这情形。那么这当我们好朋友哈，你就做这乘客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得力的哈。那么它有一个调节这个作用哈，这调节这作用哈。那么这个你也当安尼配合来用哈。那么但是你单独的用那个效果没有特别的这个明显，因为呢。你还是需要这个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你刚才靠这个有，因为那是日照不足啊，所以啊，咱之后的提供这个光合作用内底所需要一寡这个半成品类这些物件哈，所以咱利用这个 N9 啊，那么这个呢，目前刚看起来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大概是安尼啊，只是讲这个锰哦，这个有藻锰呢再加进去啊，那么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么。但是呢，伊是一个辅助性质啦，哈，因为真正呢，起了神奇功能的，哈，就是讲有这个神奇功效的呢，最主要嘛是这个
啊，这种这个氨基酸多肽这类的这物件哈。那么另外就是讲，迄天啊，不好提一个，和你试看买者哈，你可以给他稍微用一下哈，那个啊，感受一下也一个。一般通常你的回归哈，它的保鲜期会增长。这个尝试看看，它不是植物生长调节剂，但是因为有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功能哈，所以有的人改认为叫做植物生长调节剂了哈，所以这个呢。是安尼吼，那么你也是配合着用。这类物件用多了，到目前为止就是也没有那个，唔知影讲用伤过头济吼，会安怎啦吼？即讲即因为这类发现吼，这个东西发现的比较啊，那么这类。用多了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真侪人讲啊，用多用伤多，啊，植物中毒，伊会去抑制于正常的这个发展哈、哦。那么就会啊，这物件就是讲有诶一挂咧用诶这类吼，包括类似生长调节剂这类也这物件吼，这个都是使用上拢爱特别去注意啦吼、哦。就是讲咧用诶时阵咧。那么有当时啊，伊就真容易吼，即咱一般通常就是伊咧使用吼，阮的经验内底，然后两次之间最少要有一周以上，卖讲好个想好啊连续用，所以一般阮会甲伊个油量啊较开咧吼，稍微把它拉开一点点，卖使用的频率卖伤过头侪。那么即个部分，那么即个有咧用的时阵，就是比较过量哈。过量的时阵，你无赶快的做本哈，伊有当下的是你过度的刺激，它会有这种早衰的这个现象啦哈。适当的使用，那种讲你输得啊，你喝你适当使用哦，伊是这个佐果剂对吧？啊，你那是用了无拄好，伊就变杀草剂，这物件就是安尼哈。那么这底下也当可能听众朋友吼，你小怎样解吼？那么你配合安尼来用，应该呢这个作物呢就会可以，尤其尽量吼给减少看怎样解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状况，提供给你做参考。